什么口红套装，什么免单迷旅游，还有这个全是隐藏款的扭蛋机，都是顾总你的招吧。别生气啊，我这不是看你应聘结果不好吗？漫漫长路我来陪同，梦不会落空，我只愿把你给怀里。你没生气啊？哪怕一秒钟不生气。谢谢啊顾荣，你所做的我都特别喜欢。如果爱不够深刻，我会有，应该是我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谢谢你把我的特等奖带到我的身边呀。青青，你是我一生的惊喜。嫁给我吧。你有的时候很不有趣，也没有那么可爱，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满眼都是你，心里也都是你。我愿意。只要有你就好，其他的事都不重要，对别人假装高傲，却只想跟你抱都不重要，对别人假装。至于那么紧张吗？这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，那么紧张吗？你们两个至于哭成这样吗？顾总说你们要先结婚我们才能结，你答应了顾总，我们就看到了希望。什么鬼逻辑，幼稚。静静，我们俩的婚期是下个月6号，你什么时候结呀？啊，那就下周一吧。这么着急？这怎么着急了？这种事就得趁热打铁，万一你后悔了怎么办？好的。